哈哥，橡皮人偶已经更新到第三代啦。哦，听说你是涂色小能手，你敢挑战在一整盒里面抽到哪个隐藏款就把它涂成原来的颜色吗？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如果你都能做到，我不但倒立洗头，还让我全班的同学给你点赞。哇，这橡皮人偶啊也太火了吧，都已经更新到第三代了。哦，哇，这倒立洗头可以啊，但是我班给卡哥点赞也太难了吧。哇，说到涂色的话，卡哥最拿手了，恭喜，我已经拿到了。快来看看今天的幸运儿会是谁。这单呢还新增了奇迹版独占的瓦布莱德啊。哦，哇，这个也是超级想要啊，赶紧来看第一个会拿到谁。哎，哇，第一张就是布莱德啊。人偶的话呢，哇，是纯白色的呀，太爽了，第一个就抽到了许愿款。如果抽到诺亚的话，我们就改它好不好。来第二个，哦，这个是极恶贝利亚呀。第三个，哇，细节超棒，是泽塔贝塔中心。第四个是戴拿呀。第五个，哎，这猛蓝配色是夜光管吗？第六个，捷德钢蓝。第七个，我听说他帅就重复了。Oh, no. 第八个，哇，这个可以哦，是我没有得到过的黑暗德里加耶。第九个啦，看看，哎，这是什么颜色？哇塞，中了隐藏款的德塔天爪呀！怪不得我说黑不溜秋的呀。哇塞，这个还带金色珠光的，太炫了吧！太爽了，上一代没拿到，这一代圆了卡哥的梦啊！那么等一下改色的目标就是它啦。第十个，哇，这个透明色看起来以为是风马呀，它是欧波。第十一个啦，哇，这线条超级好啊，是哪一个赛斯？最后一个啦，哎，哇，谁呀？天哪，是个全银色的永恒款。哇塞，这银色赛罗超级好看哦。德塔天爪的话呢，一共有两种形态啊。德塔天爪形态的话，我们就见多了。要不我们把它改成迪斯西姆天爪？哇哇哇，花了一下午，卡哥的超隐藏款橡皮泽塔迪斯西姆天爪就完成了。迪斯西姆天爪这么窄的改色，知道同学们和小伙伴们满不满意呢？哇，难怪橡皮的偶这么火呀，原来改色也是超好玩的。喜欢卡哥做改造的小伙伴，下一期你们想看哪一个的改色？